我叫谭爱云，是六堡镇的茶农，也是四十七期六堡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。六堡茶是黑茶，那纯种工艺是我们祖辈流传来的工艺。跟一个好的六堡茶，最主要要先来一个好的原料，从制作工艺还有收藏环节，三个不能缺一，才有一个好的六堡茶生产出来。好港特点它是红浓醇醇，上筋回甘，喝下去喉咙的舒服。六堡镇的茶树是一个群体种，是一个群在里面，所以说我们六堡茶做出来才有丰富的好感。我们从山上采摘回来的茶叶，我们首先要摊凉，散开它的热气，这样做出来的茶那个香气好一点。摊凉好的茶叶，我们开始炒茶。炒茶前，我们也有把这个摘茶当中碰坏的，就是压香的挑出来，要不也有影响那个茶的味道。茶叶挑好，锅温也够了，现在开始炒茶。第一个，我们放茶叶下去，那个锅温高，动作也要快，放下去噼噼啪啪响，我们马上要转。现在锅温也到180到220度了吧，因为这里量不多，有180度左右，我们能下鲜叶了。那个标准就是放到下面，那个茶叶要噼啪噼啪响，我们是根据经验嘛。这个茶马上要出锅了，就是从检验这个茶熟透的话，就是接那个梗，不断酸熟透，能出锅揉捻。现在开始做茶的第四步吧，杀青喉，那个出油，就是第一屉油茶，第一片油就是不能太用力，我们是要清油。现在是进行敷炒的，经过第一片油碾，这里也出很多水汽，那个初步的形状也出来了。敷炒炒到这个程度，它还能泛出来，这样能捞出来，我们要敷油了。这个锅里面含有余温，我们把这个茶放到下面，再用这个盖起来，这样要放8到12个小时，焖到了差不多8个小时多一点了吧，现在能烘干了。现在经过2个多小时的烘干嘛，你看也有噼啪噼啪响了。这个你捻一下，它也碎了。老人以前叫我们，就是拿起来那个锅头响了，就是干了。含量一个好的手工茶，就是出锅以后，你看这样能拿得起来，有鱼钩状，学算一个好茶。我们六堡茶能煮能慢能泡，因为慢煮出来的好感就从一了，那泡出来的茶还有香气感。这个是刚刚炒好的茶，我们泡茶前先用70度的水吧，先醒一下茶，再用100度的开水冲进去，放好水我们要盖起来，慢它30多秒。喝的时候，完全要根据你的口感，浓香一点，还是清香一点。传承这一块，现在也是到一六堡茶，很多年轻人都回来了。回来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把传统工艺传承给他们，培训下一代，也是我们这一代老茶人的家运嘛，要累。